什么？他刚刚说他之前有做过这种绿茶事情。对，哎，今年要改过自新，真的不会的。我2024已经改过自新了，所以我会继续当成红茶。陈思雅，2024年依然是个茶女。耶！痛痛大风吹，跟着音乐绕圈绕圈哦，跳起来！第二 round 要开始了，还有关系耶，对，好痛，加油啊，起，好起来，可以走快一点，你可以走快一点，在干嘛？你可以走快一点，在干嘛呢？我一起加啦，嘟嘟嘟。好累哦。
我们要惩罚，我要惩罚。哎，他往上跳，对不对？啊，性感的，性感的啊啊！好累，纵横，好高，好痛哎，好痛哦！笑着笑着就哭了，好痛哦！没事的，我们两位赢的，2-1哦！我跟你讲，我现在跟陈诗源还在那边忘记你们有对面是不是？还跟石原呢，就是要有一些战术。我们目的就要先把小吉拖住。哦。对。所以等一下有一个人就要死，要黏着小吉。没有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们要上来。我们在聊战术，尽量不要露屁股好吗？可以吗？十，够。完了。关头，对，真的很紧张，就是要分个输赢，你死我活，你死我活，谁少？哎，我这1-2千块被你拉成这样，我靠那件衣服救了你2次哎，你现在要自力更生了，呛呛一下，快点，你呛呛呛，对不对？我离椅子比较近啊，真的，我好弱的呛呛，好热好热，拿出备份备份备份，进秒赚钱，卡第一秒真的是。不要骂的话回家吧。我回家。Go， 追他追他，不要拉太远。看椅子，看着椅子，看着椅子。不要拉他，看着椅子，没关系，追到也没关系。不要离太远，不要离太远。一共是九千，平分的话，一个人大概2000多一点，2000多也不错。如果跟敌对平分，那一个人1000多一点，没有要跟你们平分，没有跟你们平分。所以等一下，他们直接拿走吗？先恭喜红队现在获得9000，那因为现在我们决定帮加码到10000。但是要拿回这个红包钱呢，要先进行我们的隐藏心理关卡。就这样看有没有自私的人了。我觉得没有自私的人，可是站在这边，论出道，论辈分，论大小，来了来了，哪里的大小？论大小，论辈分。不一定哦。哎我跟你讲，我大你一轮哦。
有真情喊话时间。陈怡，你有什么话想跟队友说？本人我最近还有一些房贷要缴了，因为只有你买房子哦，看起来过得不错呢。来来，我觉得我们要团结一心。他是拿过贝哥哥奖的，对啊，你上次得到奖吗？我听说他上次独拿奖的，他也是用这招骗大家，他就是讲的好像我们是一家人，然后结果出卖的就是他，就毒的是他。好，那你嘞？那你嘞？而且我们只是一队友。啊！小迪的野心，出来了，野心出来了。他看起来很无害，但其实呢，像一家人，他是，可是表面色的，走开，小都会丢。但是你要想，我们未来通告也会遇到，小都会丢。对啊，哎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他才几岁？你几岁？我跟你讲，你还没走，我是不会走的。小迪，给我滚！我是不会走的。那你来，我跟你讲，我是会出毒的啦。先讲好，我自己会出毒。给你们十秒钟做决定哦，然后把不要的那张牌放桌上，撸给我。我觉得哈，你应该会出平。虽然诚意是这样，可是他在我认知里面他是天秤座，他会希望大家公平。你就是一个红茶。我你要是已经改过自新了。你会出毒，你这么有野心，这么想要干掉我们，又长这么大，我想你应该会出毒吧。让我想一下，再想一下。我平啊，我觉得我跟你会拿。确定吗？确定。OK。他把人心讲得好。确定。他讲的跟做的是一样的吧？看一下，确定。确定。那我先看陈怡的哦。的确。陈怡来。你毒，你这个毒傻子。陈怡。我是天秤座。他刚刚说他之前有做过这种绿茶事情，对，啊，今年要改过自新，真的不会的，我2024已经改过自新了。所以呢，我相信陈思雅应该会平吧，应该会平。取之于意想，还之于意想，用之于意想，你怎么做？我很感谢意想，饮水思源啦。所以陈思雅，你是2024我会继续当成红茶。陈思雅2024年依然是个茶女，越来越多。斗不过你耶。对，哎，你怎么会想说出毒？因为每一次大家最后都会选平分。哦，你利用别人善良在吗？